个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，一年的公开的活动见面会，那开心大家能一起参与。手艺这个部分我真的蛮欠缺，我还是去找白球去。还是说简单一点？不是打灯啊，别笑人家。打这个结啊，不是打这个结啊，他把它绕一圈过来干嘛？意料之外，我竟然做的还蛮好的，跟他们期待的。对啊，基本上平常自己是不太会缝东西，虽然我国小做过枕头，不过像今天做完发现，哎，怎么不太一样？缝起来怎么好像，哎，缝线的问题好像不太一样这样。球迷朋友做的觉得还蛮厉害的，就是他那个缝线啊，我觉得他们很厉害，真心的感谢他们，就是让另一方面的加油打气，就觉得很感动。就在这一路上面都他们陪着我，很高兴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球迷就是见面，然后日本开放之后我也很尽快就会马上回去到日本，如果下个赛季开打欢迎大家到日本看球赛这样，希望未来还有更多活动可以一起玩啊，或是一起打球，甚至有什么机会可以一起吃饭之类的对吧。这个周末是端午节嘛，那我们就在这边一起做个香包，那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